87岁孙悦住院，张小燕为好友集气加油。台北讯，台湾87岁艺人孙悦住院，张小燕在面部号召大家为好友集气加油。据台媒求证张小燕，她以短信回应，昨天有问候过，这是王念慈传给我的。并代发孙悦友人王念慈的短信报平安，内容如下，住院好多了。原本只是胆囊结石，但引起发炎，肺部又感染，一度有点紧张，但现在一切恢复正常，可以放心。目前等抗生素产生作用，在处理小结石问题，所以他在感染，暂时不能会客，过几天稳定下来再通知您。会转达孙妈妈，感谢。好友祝愿张小燕在面部转发把爱传出去内容。该贴文于18日透露，孙悦因胆部结石发炎，肺部感染，期待第一关48小时不发烧，请主和大家帮忙集气加油。